其实就是看水的 pH， 如果要是大于7的话，它就算是碱性水。它之所以会成碱性，是因为里面有更多的一些比如矿物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成分。但实际上从国家角度呢，也没有说对于碱性水这类产品啊，说要给一个特定的标准。那对于我们一般喝的水来说的话，基本上碱性水就除了补充水分或者有些口感以外，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特殊功效。对于一些有胃酸过多又或者是有些痛风的患者，那可能我们在临床上会使用比如碳酸氢钠之类的一些碱性的成分来简化尿液，但是你也得喝十几升的水才有可能达到一个处方的剂量。碱性水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作用。酸碱体质这个说法就属于伪科学了。就健康人的话，你通过呼吸，你的本身的肾脏的功能等等，它都可以很好的调节酸碱的平衡，就不需要外力的去干预。市面上还有一些把食物进行酸性碱性划分的这样的一些说法，其实那个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食物的营养价值，它的健康价值有着非常科学的一些判断方法啊，包括营养成分，包括它对于长期你食用后的健康的一些效应的观察。那所以这些呢，都比你的一个简单的酸碱的一个划分要更科学，要更准确。首先得喝够量，比如说对于一个普通体力的人啊，正常亚热带地区或者是一个温带地区的话，那一天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是一个比较适合的量。那如果你是比如孕妇啊，或者运动量大呀等等，那可能你可以再多喝一些，每次不要喝得过多啊，差不多喝个300-400毫升就已经够了。然后你可以控制一下一个小时之内喝水的量，避免说一次喝太多给你的心脏啊肾脏啊带来过大的一个负担。只要喝一个安全的水就可以。你家里其实自来水它也都是合格的，把它烧开了之后喝就已经是可以说是最健康的水了。